掉，Leon 啊！各位应该第一次看到我跟 Leon 一起来健身房，因为上次来只有一个人，不好拍摄。走吧，先进去吧。先暖身完，然后就重训。没有啦，早上空腹你做有氧，燃烧脂肪的速度比较快。是哦，这个时间就是追剧的好时候。追剧好时光，对，做有氧然后看个卡通。我昨天介绍你们的看了吗？还没。最近我在看一部韩剧叫《如泪交锋》，网络上可能找不到，因为那个是我们用 Netflix 才有。七好像就刚好了。各位最近都看我拍这个运动的影片了、啊。相信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无聊，但是没有办法老是都拍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嘛。哦，有的人喜欢看二者，有的人喜欢看辣妈，有的人喜欢看谁谁谁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，又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拍片，所以大多数的时间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镜头。我又想要拍一些是我自己平常生活的一个状态，跟大家也算是一种互动吧。确定这个是在运动吗？没自律，无坦的，看起来很好喝。兄弟来一口吗？不太方便。早上来啊，都没什么人，所以这个时间来最好，都没人。先踩这个脚踏车做一点有氧，等一下我会去做一些重训，给大家看一下我面目狰狞的样子，非常的可怕。我们有氧完了，然后现在下面这一台非常可怕，这一台真的很可怕。这一台教头帮他取名为腹肌破坏者。你先吧。来，腹肌破坏者。哎呦，哎，有在练有差哦。这一台真的不好用，真的，整个腹部会很酸痛，腹部会酸痛到不行。嗯，几下？好，整个脸都涨红。然后两杯强水。不够弯呢，这样不行哦。没有，因为这一台是重量级，一样的重量拼不行了。腹部撕裂开来，受不了。确定吗？哦，还可以哦。是不是有点吃力？现在是12:05，我的气！现在是12:05公斤。在走了吗？受不了。
你要在家、啊。确定可以哦，适可而止哦。不行的话，三下。没问题的。哦。三下。三下极限哦。三下极限。然后来试试看。想要完美的腰力吗？来试试看这个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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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补充一下这个乳清蛋白。健身结束了。每天固定的一个时段，然后固定的时间来运动，持之以恒，身体会变好，然后体态也会变好。不要一次把自己操到太夸张，这样你会对这个运动感觉好像是一种压力。现在在苦恼要吃什么，因为今天是假日，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开。你都要去当兵了，你光头。我要帅了，我刚想说这里面很帅。你以为他的帅是靠他的头发吗？你错了。这个要剃完头才知道。哎、欸，他之前有一次也剪很短，剪那种蛋。我们是人生的妹妹在两亿健身完的呢。嗯，你讲我听啊。你要不要叫？对，我比较不讲。你才没盖油吗？好用好用啊。还有啊。没啊，你听我讲啊，我在听你讲。刚刚睡着好啊，光没穿呀。还不要笑我。炒冬粉啊，南瓜，花椰菜啊，搁两